我是贺大侠，教大家怎么判断菠萝蜜熟还是没熟。第一步，听声音，熟了的菠萝蜜声音比较闷，没熟的菠萝蜜声音比较脆。第二步，我们摁它的表皮，从头摁到尾，摁起来软了就是熟了。第三步，咱们闻一下它的香味，挖一点出来试一下，甜了就可以打开吃了，好吃。